先机嘛，左化为先机，但是，左化我转化，我左化要不要你点看？没有，你左化走去那个不会点看的地方，你才会走去点点看的地方才。哦，左化，左不会点看。对啊，对吧？哦，我没换，没啊，你过来啊，你过来啊，过，对吧？过去了嘛，你过头去啊，过于不及嘛。就被动了，我的地走。啊，出去哦。飞在地走啊。这。哦。那就在地走啊。哦。就别让我在地走。不是很轻轻的把你离开，那个中破坏我的中间跟中轴线，破坏我的中间跟中轴线，而不是说乱推，你话要进哎、欸，那我的中轴线在哪里？对，就这里。对，但是你不是你讲我中轴线硬塞，你是这样嘛？我都硬给你塞，那就硬给你塞，哦，给你塞有啊，但是不一定要塞呀。不是怕遐，望遐怕边遐，但是有关系啊。哦，你讲中轴线，可是我袂安尼甲你杀，安尼甲你杀，我必须怎么样？我会出来着，出来甲你硬拼。但是我绝对不要，但是我只够一点，我只能就一点，这样嘛一点点嘛一点。我中点啊！我知影，我看你中点啊，所以我就卖你吹啊，我咧找位置啊，啊你又袂方便啊，我咧找位置啊，对吧？大力，大力，没关系，问题跟大力要按得出来，按得起来，按不起来，啊，你不是讲袂使，会使啊，但是你爱有他就敢拍开啊，你拍袂开，你就卖起，算，你知找别的位置，这都可以用。煞一片拼的，这个就很奇怪的感觉。所以讲，要松自然能听啊，松。中轴线，像对方的中轴线，像对方的掌心，啊要粘要连，要粘连贴水、啊，那这样呢？你莫紧啊，你就想办法啦，想办法回到你的终点啊。回不去了。左化为先机嘛。你没有走掉，那你就会必须受到我的控制，就受到我的控制。所以你走掉以后，你就不会有受我制的位置，没有受你制时，我要化掉。哦，阿九明哥，我没有走掉，我受你住，受你制，哦，修理控制，但是我吞得下，这样，对啊，好了，我吞得下，然后你看，我可以借着。受力点成为支点，我就可以把你带开了。再一次吗？哦，那我来装点啊，你讲错了，不要紧。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哎，不。不客气。啊，哦，哎，要赶快松掉。要动，要断剑，对，要不然可以讲。哎、欸，是，不错，你这劲儿在断，哦，不接就对，
因为你接了又就变成形成一个支点，啊，你没有接，我要动，你再断，对，我断那个，我就赶快断了呀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啊，马上出去。是吗？出出去要的我该睡呀。好难就叫丢，给的就叫转动。不然就转动。不要转动。开了，我是就让你推开而已。哎、欸，推开了，我也让你推开，不是我走，是你把我推开了，那、啊、推开就好看，我不管你。哦，我推开没关系，我是松啊，我就坠到脚下去。我的点不支点不在这里，支点在下面。我就听不懂，不懂。对、嗯，慢慢推，应该体会很多事情。对对对对，画一下就好。没事，我给你敲歪，我给你敲歪，没事歪。你要回到你的中心位置。这个位置已经偏了，所以我就不会打你。你走了，我不会进去，因为那位置已经不对，我不会进去。当然，或许我要打你可以，但是我不会这样打，我不会这样打。因为你来我才走，嗯，给你而已啦，你要我给你，啊，不要自己乱动。哎呀，哎妈，我买单了。你慢一直倒车了。哎呀，怎么会一直退后？
成当天。